哭。哭？那你更得喝了。我真喝不了，真喝不了。跟你说，酒乃水谷之气，心肝性热。你还懂中医呢？哎，我爸是老中医啊。跟你说，就他自个儿酿那蛇酒，哎呦，绝了！这酒啊，得喝。喝酒图个什么呀？不就图开心吗？开心了，人才会年轻呀。老痛快。完了，从这儿也得干。干。走。别再胡闹了！谁胡闹了？啊！我不负责任，我任意妄为，我对自己没有责任心。你该骂也骂了，我该说说了，你还找我干什么呀？想让我赔钱？你拎清单呀！这是，你一定是白苏的父亲吧？啊！对，他是我爸，他是我爸，你管他叫老白，老白，老白，还是叫白叔叔？白叔叔，人家跟你握手呢，来握个手，好朋友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啊。爸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去吧。这不适合你们老年人玩的。我跟小聪，我们还要进去，我们进去继续喝啊！站住！我说了不许喝酒，你是不是把我对你说的话都当耳边风啊？你说什么啦？说什么啦？我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。要不然我先送你回去吧，我车就停在边上。不必了，有我在，不用麻烦你。走，回家。叔叔，我送你们吧。别叫我叔叔，谁是你叔叔？谁是你叔叔啊？走。啊！吴团他们都排挤我，你也欺负我，你让我当那个小白鼠，你们是坏人。能不能安静会儿啊？我老总一路啊。我整容。我在手术台上那个心情你知道吗？害怕担心后悔。嗯，我开心着呢，我能抓着梦想了。我跳舞，我吃饭，他们吃饭我跳舞，他们休息我跳舞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我知道。不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已经22岁了，男朋友时间等我，等我，我。自由，你不是要自由吗？怎么绕了一大圈，还回到这儿呢？开门。
开门。怎么不开呢？我来试试。啊。开门。哎，你在那边干嘛？还想回家？想回家？啊？哎，你那晚你哪翻得过去啊？来，我来。下，哦，哦，哎哎，呀，哦，不够高，啊，哦好，哇，还是不够高啊，差多少啊？高一点，高一点哈，高高高，哇，啊，哦，哦。你还好吧？我还好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哎，哇！六啊！哎，哎。